这个应该是不用因为对方身高矮，我们到降速了啊。这个发誓要夺冠的塞尔维亚，还有就是意大利，好球，机会，漂亮。 比想，比想持球人不错，但是在摩尔呢是整个安哥拉队体重最大的，他110公斤。哇！蔡健林，撤步超仰跳投命中，选择。 周琦大防脚，嚯！对方十号安东尼奥，安东尼奥是90年出生的选手，跟他交手那么多次，对方有这个战术或者是布置不陌生，哎，比较熟悉。好球，很可惜啊，这边防得不错。这次算是防得好了，但是拦下漏了，可惜啊！白连这是被对手失误，点一下，好球。 正好周琦捡漏，对，其实队员包括我觉得李楠教练也会跟队员在交流。哎，不要，质量低，但是还好在中国队这边点一下来了，漂亮！防持球人给打延误之后再赶紧换回来。 换防之后，其实还是我们也期待呢，易建联的更快的找回状态，在世界杯当中有更好的发挥。这边我投了一个三步战，很快轮，滞空，退防，那迅速这个防守轮转，轮转防守补上来，这个特别重要。 对手改联防的话，可以适当的把节奏稍微拉得慢一点，嗯，然后球通过阿联在篮下或者大王在篮下打进打出，这样会更好一点。张硕这几年在联赛里的历练，确实让他这个心。 对方的四号中队的这种比赛，对中队的锻炼倒是很好。王哲林顶，好球！防住，给到外线赵睿，机会，漂亮！哎，半决赛、决赛之后，整个爆发出来的战力，反过头来，那对方坐一起的战友，这些选择估计未来都会有的。 对方在顶防王哲林上给了力量，加力量之后，他就断掉了。打反击得手，赵睿的机会，好球！王哲林和周琦都漂亮，好球啊！赵睿和王哲林因为是。 全都封住了，全都封住了，哎，可惜啊！来看一看，双方现在其实就差两分。肖继伟，防老将莫莱斯手下的不错，防的确实是凶啊。今天布查拉木上场时间并不多，好球，刚住。 自己投，好球！
换防打掩护，再归位莫莱斯。哎，这球是阿联运球失误了，可惜。阿联其实是看到机会了。哇，快轮过人，再回来。接连拿到前篮板，好球。周鹏机会，好球，非常漂亮，对，没错，得了23分，那很不错了。10分钟的比赛时间，哇，而且呢正好是换上小装，这是国赛，中国队对安哥拉队的第三节比赛。第三节一上来，赵继伟一个断球，周琦，好球。刚才呢也在上半场和。和易建联作为内线的搭档，前锋组织与中锋。哦，好球！这球，潘牛，连续两个，快轮要吃身体了，好球！这就是，其实呢，就是反击之后，以球也是往外分的。中锋，好球！哎呀，真不容易。唯一的一次，莫雷拉这站紧一点没关系。你看，就像这样的情况，好球！对方又是给老将莫莱斯出来进攻时间，快轮强行出手，拿到球，周琦好球。充分发挥身高的优势。对。莫雷拉，再到底角，莫莱斯，哇！中锋要警惕，这是15号中锋林加斯，老中锋了，这是。我进一步提高，现在急于当务之急是退防，你看。拿不住折了不，弹道非常正，这弹道真是很硬的话，而且有冲上篮板球的人，而且还能有布置防守退防的人，没错。哇，这边来了，快轮，哎呀，可惜，反手上篮的时候没中。哇哇，小甘，真是劈头盖脸，手机上来做掩护，赵睿。五分方硕，好球，打得非常流畅。已经领先17分之多，稍事休息，我们来看双方最后一节比赛。这最后一次一节比赛，在第三节中国队继续发挥自己优势，好球。第四节一上来，安哥拉队那时候呢，球队领先已经比较多了。对，哇哇，还是以外接三分啊。对，老中锋明加斯这也。因为是在同一个队的，这个已经非常默契了。对对对，哇，这我觉得还是要注意外线。你看刚上来，对，来了这么样一个，好像很轻松可以扣篮的球。接球，方硕给机会，好球，小川。今天翟小川这全是方硕传的。就是方硕的助攻全是他在他身上找的，好球，还是比较高的。哎呦，这一下，哎，这动作是非常不好的。对，球打在赵睿脚上，赵睿踢的，挺违反道德的。对呀，对呀，这是。犯规之后马上对。阿联是中国队领先，刘俊飞贴身防莫雷拉，防得不错啊，位置上并没有任何的失位，很好。看滑倒，赵继伟逼抢也非常凶，
错，打的空间太小了。梁纳尔保罗，年轻球员知道啊，世界这么强，你才能有锻炼的目标。所以你看，像现在像王哲林啊，像周琦，包括阿联，包括郭艾伦，为什么能够打的对防？中队要稳。哦。莫莱斯丢球了，周鹏飞身上篮，防守反击。四十六秒，三百给大王。好，这样的话，全场比赛结束。